哎，大胖老秋，咱这几几几个，那好了，那好了，咱胖的嘞，农民都不容易哟。在不在嘛？去沙巴还是去巴黎？不要我们走。阿妈巴那还拿五八九，阿妈巴那把手拿五八八一斤。我先说那两个人比较好的，工商嘛，对不啦？无人能比他们厉害。